Tschüss.画好了，画了四个，最喜欢这个悲伤蛙的这个表情包了，呵呵。我现在正在跟团队讨论下一期的选题，想做一个 BBQ 的主题，比较符合我们四川人的口味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我刺。下期见，宝宝们，拜拜。